海退潮了，咱们都去赶海了，走。嘿嘿，这又发现一个大赤甲猴。哇塞，这个好大呀。我的妈嘞，我的粉丝少了一个我会很伤心的，多了一个我会很开心的，给我点个小红心。收了。嘿嘿，来了一个海螺啊，我这个粉色数再差一个就是来了一个整数了啊，收了啊。捡到一个垃圾啊，咱把它给捡桶里边带回去。发现一个垃圾，看这底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嘿嘿，原来是一个小石头蟹呀、啊、哇，你爬在这底下啊，收了啊兄弟们。嘿嘿，你看这垃圾遍地都是，哎呀妈嘞，原来里面有个八爪鱼啊，你看你说你是傻不傻，你把垃圾当做家了。给我点个小红心，加个关注啊，速进我的直播间看我干海直播。收了。我是小磊，又来干海了。大海刚刚退潮，咱下来抓海鲜。刚一下来发现一个七星鳗，这种鳗鱼拿回家做一个寿司堡，特别的好吃。这个还挺肥的，哇，像不像一条海蛇一样？哇塞，收了它。哇的天哪，这是啥？哇塞，发财了发财了，哇的天哪，快看评论中打出啊，这是啥东西啊，第一次见这个东西。又来一条花斑鱼，也叫石斑鱼，哇塞还好凶哎，这个眼睛咋了，好像长了白内障了这样，而且好吓人的样子，好凶，好多的刺啊。收了它。又来一个小八哥，哇塞两个小八哥，哇的天哪，这个咱把它给收了啊。这个小八哥，又来一个，三个八哥鱼，哇塞一窝呀、啊、这是一家子吗，这么多呀，哇的天哪，还会变颜色啊，这回家红烧一下特别的好吃。又来一个大海螺，这个大海螺金，哇这个肉特别特别的肥啊，快看啊。又来一个蛤蜊，大白蛤蜊，这种蛤蜊太多了就没人捡啊，这个收了它。又来一个小皮皮虾，皮皮虾我们走，一起找个男朋友，收了它，就在直播中。起来打开窗，心情美美的。今天天气不错呢啊，今天家里要来客人了，于是乎我带上二师兄的大耙子来到海边整俩硬菜，抓了一个大赤甲红和一个大八爪鱼。为什么别的小红心，别的小朋友那么多小红心，为什么我没有？加上一个小小的关注啊，看我赶海直播。